回头。哎呦，你们信吗？这么大的帝王蟹，这么大的大波龙，是在自助里就能吃到的。哦，他夹我的手。太多了，真厉害！你别走啊！你是多毛怪！我喜欢这个称呼。大家周五好哟，波波，我这视频里这个发量简直绝了，你快看，你看视频里。哎呦！啊，你刚才那个角度好好看。什么？哇，你看我这个头发，哇，给你看。哦，好好，哎呀哎呀，你挂我的假发了。分享一下我的裙子，给你们装在这个笼里吧。哎呦哎呦哎呦！哇，你快给人展示一下后背，看，都不能让我记住。又来了，你俩在这儿干啥呀？不关个门。他关下，帮我记一下。干什么？你别关门。穿这个衣服吧，他都没发现。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看到我就是穿不出来了。波波，大家都让我分享假发，我们一起吧。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我们两个的经验加在一起，那真的绝了。而且我和波波属于两个不同的风格，是吧？对，波波是那种特别百变，而且有时候有点那种，就是那种风格，贴个图吧，就是那种风格。但是我呢，平常就是马尾辫啊，或者抓夹啊，那种方便的那种风格为主。正经给你们分享一下子，今天，哎，我可以现在先给你们看我日常最常用的啊，哎，看不出来吧？我跟你说，这种假的小假发片，看，就是你买这种一个扣子的，稍微给自己头发增加一点发量，就完全 OK， 没有问题。你看我两边的头发，就这边就少了一点，但是这边，你看，哇，头发真好。是吧？而且它摸得好，它才十几块钱。但是假发首先大家要记得，就一定要选好颜色就行。就是你看我头发是黑色，我就买自然黑就可以了。看，哎，这是我正常发量。你把它出来几片？两片，嘿嘿嘿嘿，这个很绝。然后再给你们拿另外的去啊。就给你们搁这儿吧。我要正经给你们看看，今天给你们带着一兜子。波波，我要给你看我刚买的小发饰。那我就坐高一点吧。行，你坐高一点吧。发型，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我想的发型啊，我是大概这样，然后半扎，对，半扎，然后下面留点，到时候假发片这会撑起来啊。然后就是我想用这，哦，哎，还有，行，还有一个发型吗？还有 B 方案。B 方案，哎呀，完了，忘带了，类似啥样的感觉？类似于这样半扎起来的，小扎夹，这有两个。这有两个像垂耳兔似的那种，脑补了一下也不错，两种感觉。然后要不就全都梳上去，哎，这个，哎，这样也挺好。就是我过年期间那个发型，然后再就是俩小辫儿。哦，大家一直让我腻了，我有点烦。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大家一直让我出俩小辫教程，我给你们。大概演示一下啊，就是你给头发分三份，第一份呢，你一定要顺着耳朵这个地方，直着横着，这样给它分出来一层，然后下面你随便挑，随便给它分成两绺，然后我跟你说，第一层最重要，第一层你要给它折到这个第二绺后面去，这样子的话，它才能显得你脸是一个头包脸的那种感觉。然后是往后边，就是这个，你直接顺着给它放在这儿，然后再这样往后，再这样，大概样子。你看到时候这个地方一撕，它就是一个，就是非常自然的这种包着脸的这种感觉。好了，小辫加长完事儿。我又想来个官方吐槽，你这镜头角度也太死了。来，我改一改。来，我给你们看波波这一兜。波波来了，
因为我一会儿要去忙了，我快速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假发们。对对对，因为我之前老染彩色头发，到时候放两个照片。对对，我就是常年都是这种彩色头发控。最近呢，到这个年纪了，必须得养养头发了啊，所以最近开始习惯用上了假发片。那假发片中也有那种彩色的嘛，所以，哎呦，这够彩。哦，我可喜欢波波这个了，这是你自己绞的吧？对对对，就像慧慧刚刚扎双马尾之前，先把这个盘进去，它就双马尾里边就有彩色了。对，这边也是。哎，你有那味儿了。然后一边的时候，它有点若隐若现的那种白。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染各种彩条染了，平时直接就是买几个常用的颜色，或者你常穿的衣服的颜色。我给你们安利最好用的就是这个白金色，还有这个叫什么银色，银灰色最好用了。这个是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平时比较酷酷的或者是女人一点的女生的话，这个颜色特别适合。就是明明波波戴着是酷酷的那种，然后到我头上就莫名的就不是那种感觉了。哎，我到时候再给你们放两个我扎完这几个小假发片照片，对，跟那个我染完头发的区别其实没有人太多人能看出来啊，放两张。好真实，是好真实。对对啊，这个我也买了，这个我买的是我是想给它夹在这儿，类似于这种感觉啊。你有俩哇，拜拜。波波去操作了，他那边客人的时间到了。我跟你们说啊，波波每次说我快速的给你们讲一下的时候都肯定非常的不快速。然后我给你们看这个，就这个小辫啊其实非常好用，最近特别流行那种多巴胺的那种拳击辫，它也是这样小扣子的。我一直觉得假发这种小扣子都非常好用，比如说我们这边盘了个抓夹，然后你可以给它一扣就很好看，是吧？就是但是你得有个抓夹，这个时候就可以配我这边的，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炸毛的马尾，到时候就是个这个样子。这个你就搜鸡窝头假发抓夹，这个你就搜拳击辫假发。然后下一个不用推荐店铺啊，它就关键词就好。然后就像这个小辫啊，你也可以配一个这样，就是到时候你给它这样一卷起来，你可以配这个蝴蝶结，大概其实这个样子。这边你也可以一抓，哇，我跟你说梳头就是这样，你随手一抓的时候梳的都贼好，但是你要认真梳的时候就啥也不是。怎么样，有没有女生有这个同感？刘海再稍微一弄，是不是也很好看？侧面看它也没有那种很假的感觉。这个你就搜蝴蝶结假发夹，它是这种夹子的。下一个，这个是波波的。我跟你说，这个你也可以给它梳高，梳高之后夹上个这个单马尾的这种辫。但是波波最常用的方式呢，是给它梳到这边，然后盘起来，再用它抓一下，到时候垂到侧面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很知性，很好看。它你可以买两个，就是一边垂一个，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双马尾的样子。这个你就搜麻花辫抓夹就可以了。前段时间大家最最想要的一个，就是你们让我锁死的那个发型，就是这个下面两个小辫，然后上面一个瀑布单马尾的这种样子。开始我买这个时候我买很久了，但我不知道怎么用，然后直到我那天梳了一个半扎的头发，我拿它一夹，真不错，这样。然后到时候你拿个小皮筋固定一下，它这个地方啊，它是个抓夹的样子，一捏，然后它抓夹直接就抓在头发上，这样子。然后下面小辫一边两个，然后跟自己的头发一融合。然后如果这小辫太长呢，稍微拿小卡子固定一下，或者给它抓到这个抓夹里面去，然后上面稍微调整一下，再夹点小发饰，元气少女那个样子，有没有？这个啊，你就搜抓夹拳击辫马尾，30-40块钱吧，40-50块钱。今天推荐的东西都在50以内，都不贵。然后一开始跟你们说这些小发饰，就是都可以夹在上面，就看自己搭嘛。小蝴蝶结，就是头发怎么样，还是看视频往上搭的。就比如刚才那个拳击辫马尾，你完全可以给它夹几个吗？这样，是不是？就这样一夹，这氛围感，这不就出来了吗？
这种就搜小蝴蝶结发饰，还有这种小星星啊。那我前段时间买了个小簪子，看哦，当当，一个皮卡丘的尾巴，每天穿黄色的裙子的时候，哎，砸在这儿，是不是还行啊？哦，然后跟你说这个也很好用，抓夹小丸子头。假如说你抓半个的丸子头，你可以用这个固定一下它的圆形，你可以扎在这边，也可以扎在下边，还有另外一个那儿，不着了。然后或者是你还可以用这样的小饰品给它稍微一扎一固定。假如说用到这个蝴蝶结了，然后你可以拿自己的小饰品再给它装饰一下，就比如说我这是个小星星吧，哎，你看啊，就是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看你怎么搭。这边是这个感觉，这边是这个感觉，我喜欢这个，这个更俏皮一点，改天专门给他弄个发型。喜欢这个的扣一，改天立刻安排。到时候这家小饰品的名字我给你们贴在这里啊，质量不是特别好，但是你说这小东西，你指它什么质量？就是你咱不能便宜和质量两个都占吧？它确实好便宜，就这小蝴蝶结，5块钱6个吧，还是多少钱？很好用，便宜我图开心，它丢了我也不心疼，我觉得挺好。对对，这个也要跟你们说一下，就这个啊，平常夹头发就这个小夹板就够，这个小夹板9块9吧，就很好用。这种细的它就是变化非常多，就是你夹卷发呀夹直发呀它都很好用。走吧，干饭吃。哎呀，我的唇色真好看。我们到餐厅了哟，噔噔，猜猜看今天是什么日子。哎呀，你不要犯病，你干什么？今天什么日子也不是，是大家想看我吃海鲜自助了，咱要找就找一个好的。海鲜自助天花板，就是他们家之前给大家拍过，算是北京海鲜自助天花板了。就是他们家是有前菜可以上的，就是前菜的菜单在这儿，我先给你们念一下啊，先给你们报一下菜名。嗯，怎么突然 Q 到蔡明老师了呢？咱们今天选的是 A 套餐，前面的凉菜什么就不说了，还有什么葱烧海参、东星斑、波士顿龙虾、生蚝、帝王蟹、刺身拼盘、烤乳猪、鹅肝，还有椰黄桃胶奶冻。然后走，带你们去前面见识见识他们家自助餐台的样子。他们是有这种套餐里面直接给你上的，然后还有可以去前面自己单取的，单取的我跟你说超丰盛，今天实现海鲜鹅肝自由，走吧。就是咱们那个摆台是他们家七夕的摆台，在这儿过七夕，你就摆台啊布置啊他们都会给布置的，就并不是什么日子啊。但是我跟你说，今天确实是大家想看海鲜自助了，我确实是下了血本吃了个好的。你看这个，前段时间他们还抽周杰伦的门票来着。来吧，到我们的取菜期喽。这是小茄子、哦、小菇子还大舅子呢。哇，老公，这不是你爱吃的脆碗吗？嘿嘿，你别学我，当当当当。咱们先少拿点，一开始咱们先以前菜为主，后面咱们再来这边可劲儿造啊。拿了这么多羊排，说先咱们先少拿点来。他们家火腿很好吃，多拿些，给你送过去。啊，不用不用，谢谢啊。这边这边，嗨嗨嗨。哦，挑一只，一会儿就是咱俩的。哎呀，他在冲我比耶。啊，你可以给我公司的。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谢谢啊。我因为我还要取鹅肝呢。这些咱们吃完前菜再拿吧。我先要几个烤鸭卷，这个，哎呦，太大了。这个是切的吗？对，这边有切好的，这个我这边给你捞一份。啊，好，我要大块的。没问题。哇，哦，这样啊，哇，这也太大了吧。谢谢。
啊，我要两个烤鸭卷吧。直接帮我放这个盘子里就行。是的，谢谢。要不帮你端一下呀？啊，好。来几个？来两个吧。好。哦，放一个里吧。放一起吗？哦，放一起就行。谢谢。喝几姜芽姐姐。哦，不要了。不要姜芽。OK。老公，老公，你回头。旁边客人说：“我的妈，好厉害！”你们信吗？这么大的帝王蟹，这么大的大波龙，是在自助里就能吃到的。哦，他夹我的手。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他有点不听话。手没事吧？没事儿。真没事儿啊？就是他吧，很重，我有点扎手，但是这个吧还好，就跟个打电话似的。我跟他说，我说那个杀之前，我说你能让我拍一下吗？他说行，然后就这样滴溜出来给我了。我其实挺害怕的，但是一想到真香。嗯，哎呀，再给你看看这个。哎呀，来，麻烦您了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他真是不想走。来，给你们看，我现在坐在一个大壳子里。这边呢是我刚刚取的小料，有蘸海鲜的，有麻酱，有香油，这边还有个芥末。我现在超级期待它的海鲜拼盘，好久没有给你们吃三文鱼了，先吃着吧，不然一会儿凉了。这儿吧，鹅肝，鹅肝，当当。鹅肝好好吃呀、啊！我快来五十个，我来五十个鹅肝。刚才那个超级大墨鱼，很嫩，那啥，你的肚子就别吃烤鸭卷了。你今天这衣服跟这气球特别配，不跟这个气球配吗？两个都很配。别捣乱了，都来这地方了，干个杯吧。干个杯吧。嗯，我今天可真好看。刚才不跟大家说了吗？他们家算是那种半自助形式的，然后所以咱们先少拿一点点，先吃他们上的菜，就是，哦，已经上了，这个是凉菜吗？凉菜拼盘。谢谢。我仔细跟你们说一下他们家主菜都有什么啊，我要先保持这份饥饿感，好好品尝他们家的主菜。主菜有四川经典凉菜，刚才这上了，然后热菜有招牌葱烧海参、现杀空运过桥活东星斑、现杀空运活波士顿龙虾、乳山金牌生蚝、现杀野生活帝王蟹，然后还有南极深海鳌虾刺身拼盘、西伯利亚鲟鱼籽烤鸭、塞戈维亚烤乳猪、蓝莓红酒鹅肝，还有椰皇桃胶奶冻。先给你们看看这个凉菜拼盘，它们红油很多，大概给你们看一下，给它放这吧。好，谢谢。今天锅底要的双拼花椒鸡还有麻辣，看不见吗？看不见。有了吗？有了。那个沙漏是干嘛的？沙漏的话是计时的，那个花椒鸡汤的话是要煮的，大概十分钟的话是可以盛汤喝汤的。好，你吃我的羊排吧，可别凉了。吃我少拿一点的羊排。我都知道后期字幕怎么加了，少拿一点，那个亿是一亿的亿。你个烂梗王。
吃海鲜自助，先拿整根羊排开开胃。你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那句话，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对，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吃自助是不需要任何顺序的。什么先吃水果啊？什么先吃什么的？就先造肉。我能给你们来碗米饭。中午工已经来了，谢谢。他来了，他来了。好，线上野生活帝王蟹，鲜奶黄虾四分拼盘。哇，谢谢。好，线上过桥活动新办，线上的波士顿龙虾，有三金牌生蚝。当当当当！哦，你看他，你看他。招牌送上，女生牌。谢谢。帝王蟹。给我的鸡汤里增加了一点蟹棒的味道。谢谢，下面是花椒吗？内饰的花椒。你们看它的汤，看它们的汤，好浓。它这个汤啊，要先煮十分钟，要先喝它的汤，非常的浓稠，金灿灿的那种颜色。啊，好鲜，好鲜，好鲜，粘嘴哦它。来，主菜里面的塞戈维亚烤乳猪，你怎么就吃上了？等啥呀？你也不等我，等我的烤乳猪呀。它这个烤乳猪可以蘸梅子酱，可以蘸白糖，就是它的皮很脆。我们一个蘸梅子酱，一个蘸白糖吧。蘸白糖。嗯。好脆哦。就是它的皮像糖葫芦外面那层壳一样，而且它一点都不腻。咱们一块蘸白糖，一块蘸这个梅子酱吧。好吃，好吃。没听啊，是不是超级酥脆的这个声音？给啊！好。感觉蘸白糖更好吃啊，是吧？换菜啦，招牌葱烧海参。跑了。它其实很大个，我给你们看。当当。这个烟台人必须出来说一下，我们那里出海参啊，很好吃，很弹，很 Q， 而且真的很大个，质量很好。你都能听到脆脆的声音，真的很弹，很 Q， 脆脆的。这个葱感觉都很好吃啊，你吃葱了吗？哦，老公，这个汤，你一会儿不喝，它外面就结了一层皮儿。花椒也是滑滑 QQ 的，非常弹。啊！我要再盛一碗。来，下一道，西伯利亚鲟鱼子烤鸭，是上面一个脆脆的鸭皮，下面垫了个面包，上面的鲟鱼子超级多。干什么？我给你们学一下王子鱼。快吃快吃，你吃这个。它的鱼子有点咸咸的，不是每一颗都爆浆的那种，但是你放在嘴里抿，它是那种非常醇厚的滑滑的那种感觉。
是你要抿着它吃的，而且超级香，越往后嚼越香。对，再配上烤鸭皮，脆脆的，香香的，油香油香的。它和烤鸭皮的香不是一种，鱼油的香加上烤鸭的香，哎呀，好吃这个。过桥东行班吗？对，来现场给您制作一下，咱现场过桥过东行班。好，咱们对葱花有基础吗？都没有。哇，他们家过桥东行班真的超鲜，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惊呆了，王子瑜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惊呆了。就在汤里稍微过一下就行了，是吧？对。这个汤是什么汤来着？我忘了。这个汤的话是鲫鱼汤，是由鲜活的鲫鱼煸炒过后熬制一小时而成的，里面只放了少许盐和姜片，汤味道的话是特别鲜美的。哇，就是它这个东兴斑啊，真的只在开水里烫一下就行。它倒的那个汤呢是鲫鱼汤，鲫鱼汤熬得非常非常的浓，真的完全成了奶白色这个样子。看，然后它这个鲫鱼汤里面呢只放了少许的盐还有姜片，就像我不吃姜我完全喝不出来姜的味道，只能感受到汤的鲜。然后里面的东星斑品质超好啊，就是鲜，没有什么多余的味道。对，就是鱼的味道，就是食材本身的鲜味。就我不爱吃鱼，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鱼有鱼腥味儿，你再好的鱼它都有鱼腥味儿。这个虽然清水煮完了又放了鱼汤，但是你完全喝不出任何腥味儿。这就是我保持饥饿感吃前菜的理由。哎，你是不是吃完这些你就饱了？我两盘汤，太味。这个松茸是可以生吃的，我和王子瑜吃过朋友送的，就是云南那边最好的松茸，它就是生吃，然后蘸芥末酱油。啊，快来吧姐妹们，三文鱼。你是要帮我剥虾吗？不用不用，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对吗？那个有点扎手。嗯，没事没事，来。厚切的，吃起来除了香没有别的了。它没有鱼腩那么油香，就不腻，但是你能感受到整体就脂肪的那个味道。你有考虑七夕过来给我个摆台吗？摆台是啥？不刚才说了吗？就是可以布置，可以帮你布置。刚才不就摆了吗？就王子瑜出来跟我吃饭，他要敢整这些事儿，那我真的我吃不进去。啊，熬虾的头也太好吸了吧！泡上你的蓝莓酥煮鹅肝。好，谢谢。就熬虾，你开它的时候真的必须得有口好牙口，不然它的壳太硬了。人家是可以帮忙给扒虾的，我不是很喜欢用别人。会不会就坚持要自己扒？小心手啊！知道了。刚做的指甲。没事儿。一会儿虾吃完了，发现少了一个指甲盖。那小哥一直在旁边看着我，想着他怎么那么坚持。来，给你们看。
好大的虾肉呀！来，这个给你，这个给我。当当。这可真的是100只甜虾都比不了的，油香滑腻，甜甜的，肉呢又脆脆的，而且一大口，你能吃一大口，真甜呀、啊！对，真甜啊！啊，真香啊！来，蓝莓红酒鹅肝。你不用蘸、啊、它的芯儿都是有蓝莓味儿的，而且你放在嘴里之后它慢慢就化了，真的像含了一块油脂一样，但是却没有油脂那种腻。哇，太好吃了，哇，太好吃了。哇，整口的蓝莓味儿，但是又油香油香的，不是腻的那种油香。来，这块给你们吃、啊，快！王子瑜跟你们抢吃了，哇，太好吃！他不仅跟你们抢吃了，他还馋你们。他都不用用牙，完全就舌头一顶，他就对，一抿他就化了。来，乳山生蚝来了哟！哈哈，虽然爆的一片白，但是我可以凑近给你们看呀。这是可以生吃的吗？可以，可以。还是煮着吃的呀？刚吃的，刚吃的。你们每一个里边都挤一点，就不就挤我这个，就不给你挤。就是我每次都这样，就是明明愿意挤，愿意让他吃好吃的，非要自己欠。我自己知道我这个毛病，改不了呀。看啊，一口吸溜进去。你干什么？你在对面跟我亲亲吗，王菊？哇！它整体它都是脆嫩的，也同样是一个你不用牙你都可以吃没它的那种。脆鲜，而且哎它肚子里会爆汁儿啊，爆那种非常鲜的汁儿。想起之前在澳门那酒店早餐给我上了一打这样的冰生蚝，吃的我一天都拉肚子。别在视频里说拉肚子，吃的我一天都整个人都很冰。不应该一整天都很给你封号。王子怡在澳门的时候，这是他猛进追我的时候，还穿女装给我看。我有病吗？追不上我就要跟我当姐妹。你说这是人家那个客户，一定要解释一下，这是当时的一个商务广告。然后那个客户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希望扮一下女装，手动闭麦。我们让他开火吧，把龙虾和帝王蟹全都煮进去，煮完了我们好去拿菜了。嗯，龙虾和帝王蟹要煮多久啊？2分半就可以了。哦，那蟹腿呢？蟹腿吗？蟹腿是2分钟。嗯，那咱俩带着蟹腿快吃了。那就先吃完再去吧。行，不着急啊，不要着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老公，咱这个。还有一段英文。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你要先拍一下吗？啊，好，搁这吧，搁这吧。先放这吧。啊，这是那个桃胶奶冻吗？对，是的，桃胶椰奶冻。嗯。所有的烦恼都拜拜。咱们这个区域可能有十桌吧，有4家过生日。刚刚一直没说他们家环境，他们家环境特别好。对，就是我和王子瑜，我们两个。基本上从不
来这种高档餐厅吃饭，但是这个是咱们俩唯一一家来的最多的一家了。而且之前我不是给大家拍过他们家吗，就是他们这种餐厅可能怕打扰其他客人，就算你是客人你过来拍摄可能都得打电话告诉人一下，然后所以我们就提前跟店家说过，说我们选什么套餐，然后买好单了之后过来拍，然后跟店家确认完了之后，我们今天来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有一个预定牌，因为我有告诉他我们账号嘛，传说中的慧慧，我跟前台说的时候他说哦是那个传说中的仔仔吗，仔仔也行，仔吧，传说中的仔仔吗，云南小姑子，我此生唯二两次有人叫我崽子的，一个是传说中的崽子，一个是我妈的小兔崽子。哦，它的凉菜也好好吃呀！哎，你快尝尝这个小番茄。话梅番茄？不是话梅呢，是橙汁。啊，这个红油真好吃，红油猪耳朵。给你们看看他们的甜品，椰黄桃胶奶冻，它是个椰子壳吗？对，是我们的椰子现切的。哦，这么小的椰子。里面是加了是椰奶，还有椰汁。哦，你快尝尝。桃胶脆脆的，很大一坨桃胶，还有西米、芒果、草莓。它奶冻是椰子味的，椰子味和奶味都非常浓。我这里面的蟹腿儿其实都已经可以了。当当，这种鲜的呀，你其实就得要个花椒鸡的锅。来个蟹腿儿，大帝王蟹，来一个。大波士顿龙虾，来一个。在这里，大波士顿龙虾钳子来一个，大波龙搞里头，这不是煮两分半吗？咱俩先可以去拿东西。你两分半回得来吗？没回来，他都给包好了。哦，可以。咱俩先把这个吃了，不然一会儿凉了。把我盘子给弄走了，行吧，我有碗。你看男人要什么盘子？你听得懂你自己在说什么吗？嗯。哇，它的肉又鲜又脆。你先，你答应我，你先什么都不蘸。不蘸，肉都是不能蘸的。嗯，那你和了调料干啥？你的钳子比我的大。哎呦，好甜！我最近不吃甜的，你给我吧。啊，我不吃，跟你开玩笑。哇，它的肉好多呀！真的，鲜肉和速冻肉的感觉就太不一样了。鲜的它又紧实又脆又鲜，还爆汁儿。把这个吃了。看，我啃得很干净。
走马热烤完啊，清完桌，咱们下半场正式开始。我要去来50个鹅肝，50个烤榴莲。啊，它有烤羊排。你好。哎，你好。我要50个鹅肝。要50个吗？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姐姐动了动自己的耳朵。我可以等，我一会儿来取吧。可以，可以。啊，不着急，不着急。服务员，他说一会儿过来帮你拿。啊，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他戴着口罩，但是我离他近，我看他就这样。什么50个？拿点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你吧，什么脆皖鱼之类的，你喜欢吃。这些菜在其他的餐厅都是那种招牌的、主打贵的那种菜，是吧？在这儿随便吃。嗯。特别的香。给你来一打吧。少来点，少来点。来个墨鱼吧。比目鱼，哎，好、啊，比目鱼，现杀活比目鱼。来点尝尝。冰山棒、墨鱼仔、冰山棒、墨鱼仔儿，新西兰牛肉，肥点的、瘦点的，挺能的。这个吧，这个吧，我觉得这个有雪花，这个雪花好。哇，这啥呀？这是煎五花肉吗？哎呦！对，那个是皮五花肉。啊，谢谢。不客气。哎，我帮你送过去吧。谢谢。哇，这个服务，我这次拿100趟，我也不用担心了。要不要来一点点菜？啊，可以。青海藏区空运原生态牦牛眼肉。说好的菜呢？啊？哦。人家都是一楼一楼拿，我给你来一颗。花生芽，多拿点菜，看看拿了多少菜。根儿，金针菇。哎，按根儿拿。哇，老公，你看这黄花菜。哎呀，这是松茸吗？不吃了。哇，你见过仙竹村吗？哎呀，像小时候家里那个窗帘子。那我这菜盘跟标本似的。哎呀，拿鹅肝50个要，拿菜一根一根拿。这啥呀？挑个小的吧。云南空运原生态金耳，他们这边水果也挺多的，其实好多我们都不常见过的水果，什么甜酸角呀、莲子呀，好运连连。哇，那个牛筋，麻辣牛蹄筋儿，白灼小海螺，这是小海螺啊。豆豉蒸鲍鱼，点菜的鲍鱼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多拿点。来都来了，扇贝没有了。现在烤给你姐姐。啊，稍等5分钟哈。好。我的鹅肝儿。这锅都是你的。都是给你做的，都是给你做的。你是外援吗？我一个人做的比较多，我就过来帮一下你。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不要杀，我可以守着这个吃到天荒地老。嗯，但是你为什么还那么瘦呀？因为你太瘦了。好羡慕你。我一个月吃一顿。你一个月不会就吃一顿饭吧？对，不是吧？哈哈哈哈哈哈。啊，我不要面包啊，直接给我就行。谢谢，辛苦你啦。啊，姜芽我也不要了。姜芽也不要。啊，我不吃。啊，我不吃，别浪费了。
干啥呢？看我说吧，回来之后这个虾肯定就扒好了，非常完整的大蟹钳。鲜活波士顿龙虾，给我来四斤的龙虾一只。对不起，没有。来，知道我在模仿消费员吗？当然。哒哒。现在鱼竿到了。哦，这么快？对，是的。哇！当当，先放这儿啊，先放这儿。这能吃到人吗？能再给我拿个盘儿吗？小哥靠背着说：“这能吃得完吗？”大大的眼睛里透出了疑惑。哇，老公，你不知道我现在桌子上有多么丰盛。来，下半场开始。这也太爽了！快给我拍个照片。拿着这个。哎，这样。帮我把这火先关了，水汽太大了。我们还是先把火给关了，不然虚着你们了啊！50个鹅肝，下半场开始。这也太爽了吧！看，后面煎的焦焦的，给你来一个吧。给你来两个吧，大家记住了啊，只吃了48个，有两个是我吃的。嗯，我开头吃了俩。龙虾钳，哇，又是脆脆甜甜嫩嫩啊，肉超级多，主要甜的。嗯。你们能听见我嘎吱嘎吱的声吗？鹅肝这个东西啊，我完全不是为了吃回本，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香的腻的。而且哇，老公你快吃着吃，这鹅肝煎的外表焦焦的。而且都是这样，大片又厚又焦脆啊！但是这个东西啊，50个只有我能享受得了，你们都不行，是不是？你在说不要蓝莓酱的时候考虑过我吧？你自己去拿去呗。这个啊是我下半场的主菜，其他的算配菜。这个是刚才的香煎五花肉，大块的五花肉块啊。它因为块大，所以肉非常紧实。给我来一点蓝莓酱，蓝莓酱一点儿。不建议吃小丸。旁边桌的阿姨一直说，我要有这闺女吃这么多，我可开心死了。啊，我一会儿要再想要50个怎么办呀？你别吃那个，那这个这个大。你吃个大。嗯。当当，都挺大的啊，都挺大。芥末酱油配海鲜是王道，看，要不就不蘸，要不你芥末酱油。你们知道吗？我吃前面这些主菜，完全是陪你们。蓝区主斜眼儿。你们知道吗？我变得有点快了啊，对不起。我吃前面那些主菜，完全是陪你们玩儿。那这真的好吃，但是真的打心底里开心和，哎呀，一般开心它是不一样的。
五十个鹅肝，男人打金币里开心是吧？白灼小海螺，哎呦，不错啊！抢不到门票就学一下他吧，看。冰鲍鱼，他这个鲍鱼是切了花刀的，很嫩很嫩。他们家算是。真的是一家不讲究量讲究品质的那种自助吧。你瞅这么多一堆鹅肝说不讲究量、讲究品质啊。妈呀，他冒好多油。啊！干什么？哎，要干啥呀？你是藏东西了吗？王子云那里没有个戒指，我可不。偷啥？我可不饶过你。你那不来点蓝不一样？不来。你站一块儿。行吧，你可真讨厌。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好好，你先喝一杯。啊，我也来一杯吧。啊，可以，这我给你加上。嗯。嗯。好吃。挺好吃的。咦？妈呀，这个相机它对我的胳膊肘子它都不对。看，来一口吧，鹅肝，你们也就能吃一两块吧，可以分你们。我反正吃了两块人顶住了。尤其今儿没给你啊，你不吃了。我等榴莲。尤其今儿这是老铁们爱看的东西。铁鞋子。哎呀。要干吃了鹅肝滑一滑。给我吃的，给我吃的出溜下去。我给你补这个呀。等会儿不着急，我消化消化。你吃啥了？哎，真是没有我啊！这个一套餐你可赔死吧！七百我能吃回来七十。那个蓝莓红酒鹅肝跟那个煎鹅肝，你喜欢吃哪个呀？你想吃那个？那个好吃。那个好吃，那个太好吃了。那个是一点都不腻，这个其实有点油，还是有点腻。有点油，你可别开玩笑了。你不要在我对面犯病了，你要不吃东西，要不你出去待一会儿，要不你去，你打游戏啊。又开始凹造型了，这样。啊哦，谢谢。当当，烤榴莲。先搁这边玩。你别给我捣乱，搁这儿。那它这个地方它就爆的不行。还是里边爆的。有点爆，那可老爆了。来个烤榴莲吧，姐妹们，看这个。这盘糊一点，它就不会那么爆了。这盘一会儿再吃。光芒正道，您最美。
甜吗？甜。有我甜吗？来，老公，快。好了，你就这俩啊，剩下都是我的。好的，姐妹。会犯病了。谁这么吃过？我就问你。就问你们谁这么吃过呀？来，正经给我的姐妹们看一眼，榴莲鹅肝，来感受一个吧。烫着吧，吹一吹。不好吃、啊，太奇怪了。但是这口还是先吃了吧。啊，我不要。啊，单吃榴莲太好吃了。单吃鹅肝也太好吃了。拍个照片，我鹅肝吃没了。不是，忘了。我喜欢这种烤的火候大一点的，火候大一点的，还有点焦焦香香的那种感觉，它有一层脆脆的壳，脆脆的咯吱咯吱的，糊香糊香的那个壳。它真是整块整块的榴莲肉，不是那种泥，就是那种掰出来那种榴莲肉糊。老公，你说咱们这些能有几个榴莲？一整个吧。一整个可不止。我懂了，咱们最开始吃那些对我来说是前菜，这些呢对我来说是正餐，一会儿再煮那些乱七八糟呢对我来说是小甜品。老公，你知道他们家原来三年前来的时候，他们家有三文鱼车，就是那种餐车，三层，最上面一层是一层三文鱼，然后甜虾什么的，老爽，一下子陷进去了。哎呀，慢点吃。还有最后一块鹅肝了，好了。哎呀，他又在对面笑。我不想给你这个，我想吃这个。我们背后吃呢。我把这些挪到这里。来，给你加个餐。呀，你去拿这个了。感觉牛肉干没吃够，再加几块。大吃多久了？两个小时啊，快，还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家不下食哦。我和王子瑜真的有过从开餐吃到闭餐，去年冬天下大雪最大的那一次。我真的觉得就我选的这两样东西，你要是不吃榴莲，那你绝对能喜欢吃香腻的鹅肝，你如果觉得鹅肝太腻了，那你绝对会喜欢吃榴莲。都不喜欢的，绝对喜欢吃我一开始的大龙虾、大螃蟹。
其实主要想站起来给你们看看腰。其实我真的也没有一下子吃过50块鹅肝，今天吃完这些我差不多也知道我量了，我可能也就50块吧，再多我也腻了。听听这话，差不多就老凡尔赛了。你说什么呢？哎呀，最后一块烤榴莲。我留两块吧。你还能吃小蘑菇吗？蘑菇你也不吃，那你让我拿啥？这不是得有点蔬菜吗？咱们进入到下下半场，看，这是我刚刚拿的东西。老公，给你这个，吃吗？你还吃鸽子蛋？吃不了，一口口。它怎么比鹅蛋还硬啊？它怎么能比鹅蛋还硬啊？哎呀，哎呦我天哪！你这自己磕个脑袋闹？不能，这种东西你就得磕着磕着吃。来，这是刚才咱们取餐的时候那一堆东西，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了。这碗鱼我给你涮一片吧，啊，搁这里吧。行。它应该不用多久。它切挺厚的，我给涮。那我就倒，哎，我怎么少吃墨鱼啊？不少。这些蘑菇也可以倒进去了，蘑菇也得放清汤啊。来，牛肉，这是咱们的饭后汤点。看我刚才拿了个什么，咚咚，刚才拿的蒜蓉粉丝蒸扇贝。嗯，把这俩鹅肝吃了吧，一会儿凉了。你好，你帮我倒杯冰水吧。冰水吗？行。你喝冰水啊？你不能喝冰水，不行。我吃的太甜了。那也不行。最后一块鹅肝。什么狗？刚才是一个倒放吗？3万多。哎。吃上我的饭后小甜点，吃个葡萄吧，姐妹们。酸啊！没想到酸，你能再给我一杯常温的水吗？我跟你说啊，它尾巴酸，但是它的头是甜的。你要尝一口吧，你感受一下。哎，妈呀，它的头倍儿甜，完了，这个牛头崩硬了。晃，镜头都晃了。嗯，不吃了，算了，不吃了。我非要好好感受。你试试，是不是跟柠檬似的？王祖觉得不是这样。
是一进口品种，好长，你这是不是？哈哈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那你穿过？哎，牛肉。你干麻酱。妈呀，老公，咱俩吃俩小时了才动用调料。我跟你说，他们家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调料，就是他调料的品质太好了，就是好到，比如说香油，他真的直接就给你用那种最好的瓶装的香油，就吃着就会有点腻的那种。不是那种不好的香油，芝麻酱，老公，我这舌头根子还酸的。都呕入味儿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个蟹腿在辣锅里，我刚才一掏，哎，你吃吧，呕都入味儿了。哎呀，你又踢，你又踢。我提的，那这个人都不讲了。这冰水你喝下去，你得废。吃个菠萝蜜吧。来，下个毛肚吧。你瘦了没有？这是我今天的饭后面条。行，再来点青菜吧。这有菜。给我，对，他们套餐里还会给个蔬菜拼盘，这个玩意儿还挺好的。行了，这是我今天最后的面条了，这个毛肚。我准备再去搞一点水果。别乱拿哦，你别给我拿小蛋糕啊。不拿。他每次吃不了，他就都给我。鸽子蛋他也不吃，只能我吃了。当当。这是个白灼罗氏虾，当当，这个是一份芝士焗虾，直接啃就行。这还有最后一份牛肉，一烫就行。哎呀，对不起，我没发现你们被虚着了。你们看这个虾的虾头，膏都烤出来了，跟芝士融合在一起了。快快，脆皖鱼，当当，再来块牛肉，这牛肉特好，我感觉。哇，牛肉，哇，这个滑牛肉好好吃，又滑又嫩又脆，是吧？是吧？再一块光盘了，我也尝这个脆皖鱼。哇，它的肉真的脆，它是今天最脆，它的脆像鸡脚筋，是不是？但是没有鸡脚筋那么硬。哇，这真的脆，竹荪，
哇，竹笋也脆，今天的东西怎么都这么脆呀、啊？墨鱼仔真的很少见，墨鱼仔煮完了之后还这么大个的。要不要？能，一点点。蟹肉不胖，也不占地方啊，吃。蛋蛋。哇，它那个白色的像银耳一样的那个东西，也老脆了。然后我们也加了一个。连立起的那比我们现在是200多，然后它现在就是盖了37层，然后外面里面是可以整个立起。你要吃这个吗？榴莲菠萝蜜，臭吗？好吃吗？榴莲菠萝蜜。我们那个挑刀不要骨头的话会挑刀。它像是榴莲跟菠萝蜜嫁接出来的东西，黏糊糊的菠萝蜜，臭吗？把菠萝蜜盖起来，给拉一块尝我。好。我这个角度好像在你们锅里面刀东西呀、啊，哇，这个鱿鱼兜了一兜兜蒜，金耳，哎，看见我的花生芽了。你真就拿回来俩这玩意儿？嗯，只有这玩意儿。让我尝尝，榴莲菠萝蜜。好神奇呀、啊！是吧？真的是又有榴莲味儿，又有菠萝蜜味儿，还臭臭的，还菠萝蜜那种清新甜甜的。又有菠萝蜜那种脆脆的那种口感，然后又有榴莲那种面的那种口感，就感觉两个都嫁接到一块儿出来了哈。嗯，哇，它也太神奇了吧！我早知道这玩意儿，我直接再来5只。哎，我们今天最后的饭后爆肚面，这火锅吃到最后不总得来点面条吗？咱不仅光盘了，都光锅了，这是最后的最后。哇，你看那个鸡汤上面的皮儿。先把这碗乱七八糟吃了。咱们别叫人过来说光盘行动了，咱就走吧。吃人家好几个小时了，他们说光盘行动说完了之后还会送2盒蛋。今天最后一碗，当当。咱离近点吧。
麻酱太香了，这个辣锅。千层肚，又脆又嫩，最后给我辣不行了。可能煮老了，稍微有点老了那个口感，但是它老了依旧脆，依旧嫩。来，来口芒果吧，让我们今天最后一口好吗？我好想吃，谢谢。好了，海鲜自助打卡完成。你们想看海鲜，那咱们今天就专门吃海鲜。还想看我吃什么自助，评论区里随时艾特我吧，随意你们点菜。会走一分钟，拜拜，拜拜。海带时间，来姐妹。姐妹啊，不是，这是我老公。你看海带，你怎么乱叫？笑你黄色都挺甜，他整不会了，笑干什么？给他整不会了，我再也不胡说了。他整不会了，我不想活了。什么玩意儿？救命！